一个青花盆，一个青花盘子，花果了，花果盘，这是应该是万历吧？你看那个青花比较明亮一点，应该都是万历的这个，它的口径有25.5公分，中间画这个童子，童子七六。这里就是开光，或者是八宝啊，安八仙，有扇子，有花，有那个果，那杂宝吧，应该是25.5公分。底写着"大明年照"，大明年照，那个挑刀都很明显的挑刀纹，轮战完就，底下就开光，画一个圆圈一点。这个忘记到天启，天启都很多这种纹饰的，我不知道月亮还是太阳啊。画个圆圈，中间点一点，挑刀痕，整个，而且这个盘子呢，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，就是它的幔头底，这个高出来的，就中间这里凸了出来，这是幔头底来的，中间部位，这怎么能够很好的？我们中间是凸出来的幔头顶，稍微拱了起来。这个底是14.5公分那个底柱，都照不到那个幔头顶。总之拱起来，中间这里，这情况都也是带有灰啊，都是。万历天启之间的东西来的。